我是个见习死神，在单位里专门负责干杂活。今天老板给我安排了个前辈，准备做个培训，好激动呀！今天带你出个任务，出发之前我问你几个问题。只准你问，我保证答非所问。来，飞一个。穿个墙。隐身总会吧。怎么样师兄，我厉害吗？牛逼吗？你太出色了，我也就没什么好教你的，告辞。这样的师兄，我还什么都没学会呢。这里边啊，就是今天咱们要带走的人，一会儿你去把他请出来，这个任务就算你完成了。谢谢师兄。你干嘛呢？招他们的魂啊。你当你是奥特曼呢？进去呀、啊。2 hours later， 兄弟辛苦了，你对我这个小同事的工作还满意吗？满意满意，刚开始还不太能接受，不过现在释怀了。我可是劝了两个小时，他才自愿跟我走的，我厉害吗，师兄？你看起来也不像50多岁呀。我才30呢。切除恶性肿瘤。我就切了个痔疮，你说那兄弟在我隔壁。Run。